春天真的非常适合吃猪肝，就给家人来一勺盐，把水烧到似开非开的程度，再把猪肝下入里面，加入花椒，会进一步的去掉猪肝当中的膻味，然后紧接着把花椒捞出来，猪肝一变色儿，马上再把它捞出。紧接着放入刚才烧开的热水中，这样可以保持猪肝不老。下一步把锅烧得热热的，找来一点油，下入葱姜蒜爆香。爆香后加入胡萝卜和黄瓜，
翻炒至断生，紧接着下入猪肝，再马上下入料汁，翻炒均匀，再下入木耳，然后淋入适量的水淀粉，这一步可以试验着加，少量多次的把汤汁变得浓稠，都包裹在猪肝的上面就可以上桌了。这样做的猪肝口感一点都不老，而且味道超级好，既能保留住猪肝的香味，也能去掉猪肝的膻味。关注老杨美食，让你天天做好菜。